鱼啊，这就是不如想它吧。切，这里太狭窄了，得先找个开阔的地方。哎，你别跑呀！处置你的方法我们还没定呢。 等你死了，我们一样能拿走你的核心。再坚持一会儿，到了。 是想听？是啊，哎呀，你再好好看吧。那就让机会，我必须控。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，当然，人偶会将 Kiana 拖入支配，而且没错，但反过来说，这却也是一个什么机会？如果出现，我会有传送。 闯入的后果，让你们见识一下吧！我倒要向你看看谁才是今天的主角。修魔炎，开炮！看时刻到！还有什么玩具？一起拿出来吧！ 这个怎么样？我老娘的专利你们也敢偷？啊，坏了！出故障了吧？这高科技也是你们能偷的？做梦吧！到此为止了，支配之律者。 想让我帮你打听些情报。